南投县新义乡龙华国小今日迎接新任教宗陈永仁。因前陈教宗在上任前就长期听传统客家文化，故初期上任的有一位客家乡亲都去同其祝福。韩国龙华国小系乡人成份好高，早期的安道家宗都望新的教宗继续来祝福文化当今的事。每度祝贺陈永仁教宗辞职，南投市客家协会由理事长代传，在现场唱协会的会歌。因为陈永仁也是协会创会的总干事，同时也是南投县政府本土语言葡萄团的宣传，长期坚持来当神万度的推动客家文化。在我听时间，到各学校去，看人家在行业身上有乜个需要帮助的所在，提出我让人去听解决问题。佮就系一年宣传师吼，我到地北东岛吼，诶，初级诶，里头诶，佮就学生诶吼，全部系一年永仁校长吼来教吼。因为陈永仁系龙华国小变做行业先发学校之后，挑战个客家识别校长。所以不但请社区家长过度期待，陈永仁此刻就表示为三门加强学生的语言学习。学校教客语，啊，又遇到一个客家的那个校长，然后希望我们的客语方面能更上一层楼。书写呢，然后来推广语言的部分。以前学生有参加认真，那我想从线上开始，大家来向下学习，看安尼效果。回答好。陈教长这次直接表示，希望对简单的基础好，展现各项客家文化的推动，希望龙华国小就变作是人类最受到关注的客家社会教。我是李峰基，南投报道。